哇，天气真好，这种天气呢不来露营，对不对？对不起自己，好不好？微解封就是要微露营啊。不过那个是个人选择啦，好，我的行为未必是对的，但是我对我的行为负责，所以我决定我出来露营了啊。那如果害怕的呢，就好吧，乖乖在家，好不好？乖乖的不要出来露营。Hello， 其实你看了也是有人出来露营啊，只是帐数比较少、真的好久好久没有出来接近那个大自然，我觉得哈、真的，但今天天气哈、比较特别，一下一下刚开始下雨，那现在呢其实没有雨了，一阵一阵的，可我觉得超爽了，真的超爽了，可以出来户外走走哈、整个人的心情就是不一样的爽啊，不一样的爽。好，今天来到这个是什么？分享露营区，分享露营区，感觉是一个不是那么大的露营区哦。不过是因为分区的啦，哈、它有分几区，这是 B 区。远处也是有朋友在要来露营啊、好，哇，好棒！虽然戴着口罩走路，真的坦白说是有点喘，有点呼唤不过气来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值得了哈。这一区就是朋友他们家啊。哦，这里很好，有个空中站板啊。我就这次这个今晚就是要住那里，住这里。自从上次去宜兰露营之后，间隔了两个月第一次再出来露营、那本来其实蛮挣扎的啦，所以说毕竟现在疫情并完全没有消退的情况下去露营会不会有点危险，但是后来我觉得我宁愿出来走走晃晃，把自己防备好，也不要再每天闷在家里面，我觉得那个感受真的太不舒服了。你看远方的景多棒啊，整个人的心情就是不一样的爽。现在又开始要起风了，感觉有点下雨了，我还是赶快躲回去好了。谁的你露营怎么没戴口罩？为什么你可以不戴口罩，我要戴口罩？没了，好，我们都乖乖戴口罩哦，看清楚啊，我们是最守法的哦。